家人们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翡翠芙蓉种的一个比较大尺寸哈、哦，比较大尺寸的一个观音。我们这个观音的这个种水啊、哦，就如家人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水，种水相当好哈、哦，种水相当好。然后我们这个视频，家人们可以看到是在户外，户外自然光，户外自然光的这个条件下，给大家来拍摄啊。这个观音的雕工非常好，脸像，这个开脸开的这个法相哈、哦，非常的庄严肃穆啊、哦，可以说品相是相当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厚度也是相当厚实哈、哦，相当厚实的一个一个观音的一个吊坠啊、哦，一个观音吊坠。而且我们现在给家人的价格，今年可以说相当相当的优惠啊、哦，相当优惠的价格。喜爱翡翠的需要观音的这个吊坠的朋友家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种水这么好的一个观音的一个吊坠啊。那介绍就先到这里，谢谢家人们的观赏。